一个大鱼池，黑乎的，一口一片海洋。哎呀，太过瘾了，这个好听。完了，超人你应该是赢了。那个虾一会儿赢了有没有我的？跟他妈吃萝卜似的，这么高端鱼子让你吃了白瞎了都。说心里话，我说给你，你摇头上干什么呀？下次俩人吃一盒，这一盒太多了，这一盒一斤多。你看，怎么吃到这种痛苦？我估计你是不是腮帮现在是不是咬肌无力了？有点，腮帮子是不是酸了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行了行了行了。